Hey, big family, it's Jonathan with the Soundstage, just chilling here in Chengdu at Little Bar. This is probably one of the only bars to see live independent music in Chengdu, and bands from all over China and the world, if they go on tour and stop here in Chengdu, they definitely come here to Little Bar. And we're gonna see one of the best bands in Chengdu, maybe the best. They're called Mosaic. Now, as you can see, I've been drinking a little bit too much, but this is a city of leisure after all, and I'm gonna have one more. Hey, what the heck? All right, I've had too much to drink. Let's go inside and see the band. Dancing, that's it. Dancing, that's it. Give it.
dancing, dancing here.就像是经常男孩对女孩或者是 男人对女人要表达情怀的时候那种带有一丝的那种爱在里面，然后把这种情绪加在摇滚乐里面，我就觉得很暧昧，有一点，哎，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这个情绪，这个情绪非常的风骚，其实就是一种风骚。这个时代的中国音乐，特别是流行音乐，已经非常变态了。人们会因为小小的网络，不是小小的，现在是应该算是大大的网络流行，而去疯狂迷恋追逐一首很奇怪的歌，这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而我们想，我们就坚持玩自己就行了，自己喜欢的风格，自己喜欢的态度，然后会有跟你一样的人，你不用在乎会有多少人去喜欢你，但是你只要坚持做你自己，就会有更多的人会越来越有自己的品味，越来越独立，不会随波逐流，不会天天学唱广场舞歌。还有就是其实现在人们并不是像以前那种觉得哦玩摇滚乐的就带着有色眼镜的那样看着我们，现在很多包括我身边的朋友新认识的朋友，他们都很明白音乐是怎么回事，摇滚乐还有些什么具体的风格，他喜欢什么样的风格，大家都好像已经更有认识的去把音乐分得成更小的部分，有自己更喜欢钻研的喜欢听的音乐，会大家会交流，而不像以前那种对音摇滚乐说成是邪恶邪魔的音乐。在莱福士这样的一个小屏幕它很繁华的一个地方演出这种事情，是因为大家发现他们需要摇滚乐了，老百姓发现他们需要音乐了，你知道吗？那些商人们他们知道他们需要音乐，但是我不是说不好，我是说就是说这是一个好的现象，就是有一天大家会发现我们不再是，因为我知道其实很多普通的老百姓就是他们是平时音乐的份听音乐的时间很少的，是这样的，所以有一天当他路过的时候他发现哎这个音乐还不错，哎我去听一下，他顺便就哎我挺喜欢这个感觉的，然后就去哎搜一下，哎可以我就找到了新的音乐。我是挺希望这样的，因为音乐是很美好的东西，我希望更多的在生活当中出现给大家。对，我觉得几年之后肯定会更好嘛。我觉得肯定会有，因为只要大家觉得不再觉得玩音乐是一个不正常的行业，就会有更多的年轻人会来做音乐，有了更多的想法，更年轻的一种思想，一种思维，然后音乐就会越来越好。我们就是大家不再是完全的向西方学习，而可能就是自己产出属于这块土壤这个时代的一些音乐，就是中国这个时代的音乐。